好，那开始了，村庄。其实这个来说，这个地图没问题。然后利多雷来说也其实没问题，所以其实地图都没问题的情况。KK 最近他喜欢玩 Joker， 他之前玩是 Lucina， 现在玩到 Joker。今天我和他打的感觉还是挺不错，他的那个 Joker 是熟练度越来越高。对，但是 Joker 大家都知道难，很难。对，挺难的。我之前用的 Joker， 但是我没有耐心，太麻烦了，所以我没有用，我就是用 DDD， 因为 DDD 很简单。对。但这个是还是差一点点了。哦，现在没有打个，没有二三。对，没有二三的话，但是知道吗？就是在日本，如果压三在，然后不会击杀，那压三是不工作。是吗？对他们说不工作了。对。哇，这个漂亮。Drag down down it down smash， 这个可以。他练习的特别多，这个是他的练习度特别高。看见吗？对他的这个连招的成功率，这个不幸运，这个、没办法。好，来了连招哦，看来这个是应该是，其实这个情况是，不必是，如果被下臂的话太麻烦。对对对，就是给他二三。对，二三，二三开始工作上班。对。二森很忙，对，二森是一般不下班，但是如果上班了就非常好。对，对，他是比较高级的一个高级的一个工作人员，高级工作人员。对啊，哦，二森马上来吧，马上来，马上上班，现在要坐地铁了，坐地铁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哎呦，哎呀，二森回家了，回家了。地铁没了，还得等着了。对，可能下大雨了。嗯，对对，下雨了就下雨了，二森就不喜欢。对，二森拜拜了。好，那就开始。但是现在 KK 还是比较有。对，你看他的那个 spacing 挺好的。对，空间的管理。对，他的空间的管理特别好。嗯，他就在等。对，因为他是二条命，对，不需要他特别焦急。对 对，是的，就有耐心就可以。对。但是，不过这个可以。现在开始了，一二三上班。然后，哇，这个亚森，哇，亚森上班族太强了。好，一比零。一比零。哇，刚才是亚森来了。Patience, he's waiting for you。太强了，太强了，亚森。对。Your food is disappear. I eat quickly, ma. Wow! I was hungry. I didn't cry.好，那开始的是 KK 是还是 Joker， 然后 Sunlight 可以用的是绿色的 Little Ray。绿色的 Little Ray。绿色的 Little Ray 是最强的，是吗？是吗？我还以为是金色的。金色是可能他得到一个那个工资，所以他买了一个很好的衣服。我如果他的钱多了，他就是让二森来他的。啊，来了就不用让他来，不用上班。对，不用上班。但其实亚森本身有点，可能一直他的心理上为什么我，为什么我，对吧？对，因为你们玩过 Persona 5的话，对，有好多 Persona。对，然后为什么二森太快结束？还是二森不太好了。对，而且他马上出来，马上拜拜了。对，但所以他是一种上班族。嗯。对，来了就上班，就这样子。哇，还没死，不用耳身，还没死，但是。哇，这个对，这个很强，但是、哦、因为是连天尊，哦，很好，然后，现在是 KK 的一个阻止回城的意识特别好。你看 KK 的空后，哦，漂亮。KK 的空后特别漂亮。对，哦，亚森来了，上班，开始上班，
哦、这个要小心一点。能不能、哦、没有办法了 ，regrab 就没有办法了。对，亚森真的上班了，最后就太强了，肯定这次的工资很高。Oh my god！ 然后。哦，哇！这个是肯定是特别奖励 ，bonus，super bonus， 肯定 bonus。哇，亚森好，亚森辛苦了，走了，他走了。亚森回家休息一下。对，但是有可能马上回来了。对，所以就还是工作很辛苦。对，漂亮，这个漂亮。然后韩币，然后。抓啊！来了，这边爸爸爸爸。哦，这个非常漂亮。嗯，就是练得特别好。对，就是可以给学习学啊。哦，哇塞，不是现在，不是现在。他说的。哦。OK。哦，上臂，这个非常漂亮，选择的不错。但是阿森马上走了啊！但是还有阿森，对，阿森已经特别奖励拿了，所以感觉 bonus 拿了，所以非常高兴。对啊，所以他所以就走了，马上跟有人一起玩一玩。因为这个你看 ，Joker 是每次很好的漂亮的。哇，又是下 S 了！哇，这个漂亮，漂亮，那还是75%，还可以了。对，还可以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肯定有机会。哦、然后，但是86的话，漂亮漂亮，那么差一点，过后再来吗？还是要等？很好的选择，手边还是手边的过后的压力太强了。哦，差一点，没事吗？哦，差一点。哦、oh, ，OK， 然后能不能回来？哦、oh, ，这次的航币是用的不错。啊、那但是哦，亚森来了！哦，哇 ，counter， 哇，好，2-0，恭喜 KK 1-2-1-3-8，好。